烛别灭了，他怎么还不进来呢？你去看看。哎，来了。来啦！我在门口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哎呀，我还在门口写毛笔字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过生日想吃蛋糕不存在的，有桶泡面就不错了。还有两个蛋糕，谢谢你们。对，不要再唱了，没唱快带着我怎么快乐起来？祝你生日快乐！许愿！哎，许愿啊！好了，这一弦太难吹了。哎呦，我亮不亮？许愿，唱歌不能来了。哎，谢谢老板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？那能说吗？能告我们一个，分享一个。希望那个疫情赶快过去，然后能尽快和大家见面，然后其他的就不说了。一定会实现的，你这个愿望。好嘞，赶快跟大家见面了。送你这个蛋糕你喜欢吗？就是我们把你的音乐、你的影视、你的综艺通通都放在一个碗里，然后都可以长长久久。面条这文案有寓意，这还能硬凹呢。我信了。上面的这个文案呢，它不是我写的，是一个官方文案，是吧？对，就这个定的要送的文案。但是刚才的话是因为想定这个说的。行，在今天的那个不是好多人给你祝福了吗？嗯，你是不是也给大家送一个福利？什么福利啊？这样，你来一个比心五连拍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这个，第四个，有一个那个爱心妈妈呵护全家，第五个有一个就是最近挺火的那个，等会儿啊，这个食指和中指，食指和中指。对，这弯一下，你往下来一点，嗯，好，快过了吧？过了。哎，我天，你这个不是来撩大家，你这是证明我手指头不分半。行，吃蛋糕吧，生日快乐，吃蛋糕吧。第一块给年龄最大的，稍等啊，我孝敬您。来，你不要逃避这个问题，来，谢谢你。没事，一会镜头结束的时候，我估计又挨打了。